这是一种精神与力量的结合，一种信仰与磨练的产物，一种禅与武思想的自然合一，一种传承了1500年的古老文化。公元495年，少林寺始创，距今1508年，兴于唐宋，鼎于元明。公元1951年至公元1996年，少林寺历数十年修缮，得以重现。据史书记载，少林寺在1500多年的历史中曾遭天灾人祸的焚毁，但少林寺僧人以其固有的方式传承发扬着他们独特的文化，使少林寺逐步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禅宗教派的祖庭，并开创性的把禅武思想融为一体，形成了丰富的少林功夫体系。由于少林寺僧人历代相传，使少林功夫流传至今，闻名天下。少林功夫是以中华传统武术为表现形式的宗教文化体系，不仅表现了中华传统武术的精髓，也蕴含着佛教禅宗文化的智慧，是中国古老文明和印度古老文明交流的结晶，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其建立在佛教无常无我的教义上所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的精神，已为全世界不同文化的人们所理解、所敬仰。少林功夫已经成为人类最具价值的精神文明体系的组成部分，成为国际性的民俗文化。少林寺已有1500多年历史，少林寺地处中国的中部，是中国古代的中原，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少林寺地处这么一个环境，逐渐地形成了少林功夫。少林功夫是少林寺一代又一代僧人不懈努力而完成，是少林寺历代高僧智慧的结晶。中国民间盛传着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功夫历史上共有700余套路，由于1000年来历史风沙的吹蚀、隐埋，传世寥寥。近50年来，虽经几代僧人的不懈整理，现在包括不完整保留的在内，也不过200余套路。少林寺位于中国河南登封中岳嵩山少室山北麓，面对少室山，北依五乳峰，群山环抱，四季分明，风景如画。这就是中国佛教禅宗教派的祖庭和少林功夫的发源地。少林寺于公元495年
朝廷为印度高僧跋陀禅师设建。由于寺院处于少室山林中，故名少林寺。当时正值佛教传入中国的高潮期，跋陀是一位道业高深而多才多艺的印度高僧。作为少林寺开山初祖，这象征着少林文化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其后约30多年，印度高僧菩提达摩也来到嵩山少林寺首唱禅宗，由此确立了少林寺禅宗祖庭的崇高地位。禅宗是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逐渐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它是第一次中外文化交流高潮中最重要的精神产物之一。禅宗在中国广泛流传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达摩被后人尊称为禅宗初祖，少林寺也被尊为禅宗祖庭。从跋陀到达摩近半个世纪里，少林寺一直居于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位置，它的起点甚高，为后来少林的文化走向奠定了基础。公元60世纪末，隋朝初年，由于朝廷的赏赐，少林寺拥有庞大的田产。隋朝末年战乱，为了保护寺产，少林寺僧人组织起武装力量自卫，并为新王朝唐朝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少林寺自此以勇武闻名于世。常考海内无武僧，为少林寺者众护教也。少林寺在公元7世纪初组织起来的寺院武装力量，经过上千年的演变，逐步成为独特的少林功夫。在禅宗教法盛行和少林寺禅宗祖庭的地位确立后，禅武合一开始成为少林功夫的主流思想。少林功夫经过少林寺历代僧人修习、积累、传承，一直流传到今天。少林功夫是在嵩山少林寺这一特定佛教文化环境中而逐步形成的，以佛教神力信仰为基础，充分体现佛教禅宗智慧，并以少林寺僧人演练的武术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传统文化体系。少林功夫表现出来的深厚文化内涵是禅宗智慧赋予的。少林功夫首先表现为一种信仰，一种对于超常神力的追求，对于超常神力的渴望，对于超常智慧的追求，从来都是佛教徒的追求目标。这是少林功夫表现为神奇的武术之根本原因，这也是少林功夫与其他武术区别所在。少林功夫的灵魂是佛教禅宗智慧，佛教徒非常重视愿力信仰对于修道过程的保障作用。愿力信仰是少林功夫信仰一个重要的表现形态。少林功夫信仰的最初形态是禅定。6世纪印度高僧菩提达摩在少林寺首传禅宗教法。由于禅宗教法的盛行和少林寺的禅宗祖庭地位，少林功夫的信仰内容和品质亦发生了变化。
禅宗智慧融入了少林功夫，禅武合一，开始成为少林功夫主导思想，并成为僧人们演练少林功夫的目标和理想境界。禅宗讲究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修行，实现学佛的目标。少林功夫作为少林寺僧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也被纳入到学佛修禅的形式中。演练少林功夫的主体是禅者，禅心运武，透彻人生，内心无障无畏，表现出大智大勇的气概。禅赋予少林功夫更高的质量，少林功夫表现出禅者特有的轻松自在神化之境界。对少林功夫的感悟是需要漫长的时间磨练才可以体会到的，通过积累将这种精神贯穿到习武者的头脑当中。少林功夫只有把心灵的感悟融汇到每一个动作中，才会达到高深的境界，这也正是少林功夫博大精深的所在。僧侣们是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佛事活动中，去理解、去领悟少林功夫的真谛。Hey!
少林功夫与四僧的生活息息相关，并随着少林禅宗思想的发展，逐渐成为四僧修禅的一种方式。现存于寺院白衣殿内两山墙上绘制的精美古代壁画，生动地再现了少林寺僧人演武的壮观场面。少林功夫的存在，正是伴随着中国佛教禅宗思想的兴起而产生而发展的，并成为佛教禅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佛教禅学思想与武功结合产生的少林功夫思想，则是佛教思想与武术功夫结合在一起的一种高深境界。禅武合一，内外兼修，也必然成为了佛教修持的法门。禅宗的内智直指人的品质，人的品质又决定了行为的品质。少林功夫是以中华传统武术为表现形式的宗教文化体系，它包含着信仰和技术两大层面。在信仰方面，少林功夫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确立自己的独特之身。公元700年左右，观音菩萨愿力信仰开始兴起。以观音菩萨愿力为核心的那罗延金刚信仰也开始流行，一直延续至当代。经历了观世音菩萨信仰、那罗延直金刚神信仰、紧那罗王信仰三个阶段，是少林功夫信仰的主要形态。少林功夫在少林寺这个特定的佛教文化空间内产生并存在着，因此其基本功能与少林寺这一禅宗文化空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宗教信仰功能是少林功夫的核心功能。少林功夫在习练的过程中，首先是需要建立在这种信仰的基础之上。少林功夫在信仰层面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确立了属于自己的神，在这种信仰中柔合着佛教的理念。少林功夫源于佛教神力信仰，出家修行就是为了超越世俗生活，超越自己，追求超常的智慧和超常的能力。对于超常能力的渴望，从来都是佛教徒追求的目标之一。佛教僧人的生活受佛教戒律的约束，戒律体现佛教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宗旨，是僧人们的生活准则。佛教最基本戒律为五戒：戒杀、戒盗、戒淫、戒酒、戒妄语。在少林寺特定环境中，戒律又演化为习武戒约。戒律在习武者身上又表现为武德，这种戒律约束也直接影响了少林功夫的技术风格。少林寺僧人修习武功，只为自卫，不为功绩，所以少林功夫时时表现出节制谦和的特点。动作特点是幅度小、含蓄，讲究内劲，短小精干，后发制人。在技术层面，少林功夫具体表现为以攻防格斗的人体运用为核心，以套路为基本单位的表现形式。套路是由一组动作组合起来的，动作的设计和组合都是建立在中国古代人体医学基础之上，合乎人体的运动规律。
少林功夫动作和套路讲究动静结合，阴阳平衡，刚柔相济，神形兼备，讲究天人合一，这也正是佛教禅宗思想的精华所在，是少林功夫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少林功夫是一个庞大的技术体系，据少林寺内流传下来的拳谱记载，少林功夫套路共有708套，其中拳术和器械552套，另外还有72绝技，擒拿、格斗、卸骨、点穴、气功等各类功法156套。现在流传下来的少林功夫套路有200余套，其中拳术100余套，器械80余套，对练20余套，其他功法10余套。在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许多优秀文化是依靠各类文献记载而得以保存下来的。由于少林寺在建寺后的1500年里历经磨难，本来就数量不多的相关文献记载所剩无几，少林功夫的技术层面主要是在一代代的僧侣中，靠师傅带徒弟，靠口头相传下来的，歌诀便成为了这种相传形式的体现。手脚协调，这样。禅宗的根本宗旨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由祖师一代代传下来。而少林功夫的口传身授之法也是与禅宗思想一致的。手往上掀。少林功夫的传习是严格按照师徒关系进行的，这种师徒关系与少林寺传统的宗法门头制度结合在一起，与少林禅学融合在一起，俗称为一脉单传。历史上少林功夫传承人的资格认可以禅宗法脉传承制度为依据，目前中国佛教界禅宗法脉传承仍然按照传统惯例实行师父综合考核弟子方式，只有师父认可弟子修禅功夫确实已达到一定水平，才能成为法脉的传承人，并附以禅宗法脉传承谱系的法卷为证。少林功夫是少林寺僧人习禅的途径之一，少林功夫传承人的资格认可已根据禅宗法脉传承方式，即师父认可弟子的方式实行。在传习少林功夫的过程中，离不开师父的言传身授和弟子的勤学苦练，离不开对禅学思想的感悟。高水平的少林功夫传习完全取决于师父的口传身授和弟子对禅学的悟性。目前少林寺僧人传承仍基本遵守着13世纪福玉禅师确立的传承谱系，已经传承至素、德、行、勇、严、恒，已历30多代，近800年历史。少林功夫是嵩山少林寺这一特定佛教文化空间中形成的，其核心是宗教文化，是佛教的神力信仰和禅宗智慧的结晶。离开了少林寺这一特定佛教文化空间，离开了少林寺僧人这一特定主体修禅学佛，少林功夫就不复存在了。20世纪90年代起，少林寺还每年组织少林功夫文化访问团，在全球范围进行巡演，赢得普遍赞誉。
全身心放松。The whole body relax. 我们的呼吸。眼关鼻。Close your eyes. 鼻关口。Close your mouth.中国嵩山少林寺的僧人们，在少林寺历史上第30代方丈释永信法师的带领下，为保护继承少林功夫，正在付出着巨大而又艰辛的努力。